簽名的目的呢是支持中央呢去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。前線的士司機，係做銀行嘅，做文職嘅，做一啲國際嘅貿易生意啦。中港司機嚟嘅，社區幹事，秘書嘅職業，外公司文員，網絡營運者，家庭主婦，退休人士嚟嘅。我係完全支持愛國者治港。我支持愛國者治港。支持愛國者治港。我支持愛國者治港。我支持愛國者治港。我支持愛國者治港。完善選舉制度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。完善呢個香港選舉制度。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。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。完善我們的這個選舉的制度。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。愛國者治港。落實愛國者治港。